怎么这样，半天一句话都没有啊？你知不知道我在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在这个星期天把你约出来之后，我心情是怎么样的？那种感觉啊，就像海水一样，久久都不能平静。哎，令慧，你都不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，是你在我最失落的时候送了花给我，又在我最无聊的时候出现在我的身边。你啊，让我的生活里一下就充满了阳光。虽然嘛，我知道你花不是要送给我，出现在我身边也不是为了我，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们相遇好浪漫哦。你就是我的白马王子、红衣骑士、翩翩君子、文明绅士。哎呦，好累，我想坐一会儿。你看看你赶的，头发都乱了。我想，你想干嘛？你应该明白，我已经深深的喜欢上你了。你想干嘛？我想喝水。结果啊，那个医生啊，就被那个病人耍得团团转，很好玩吗？很多人啊，说什么我们做护士这一行又脏又累，又没什么社会地位。我就不这么觉得，我很喜欢。我刚跟你讲的事情不是很有趣吗？而且啊，真的很多人很需要我们做护士的，所以我自己做的挺开心的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，真没看出来你还是个挺善良的女孩。不过我觉得，明辉，你终于肯夸奖我了。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哎，先别说，先别说，让我享受一下这种幸福的感觉。吃个薯条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，吃进去嘛。好了，我现在准备好了。你还有什么夸奖我的话，现在说吧。琪琪，你真的是个挺善良的女孩，但是你和我谈恋爱并不合适。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